快点快点打饭了呀！哎呀，好的，要不然不给打饭。多来点啊，吃饱了就又饿了。呀，这水有这么便宜吗？那当然了呀！来来来，再给你打点。吃多了才符合您的气质。哎，该我了。放了。瞎说，这盆里不还有吗？都给你了，我吃啥呀？刚才那人怎么那么多啊？我想给谁多打点就多打点，你就不怕我投诉你？哼，我怕你。行啊，还挺硬，你给我等着啊。有四个，菜多得很，爱吃不吃？打饭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帅哥，吃多少呀？你觉着这开奥迪四个圈的人该吃多少呀？哎呀，这一下开一辆奥迪，这隐藏的更深的呀。哦，帅哥，我做的饭挺好吃的，这盆都给你吧。哥，这一盆挺重的吧？你想重呀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在哪隐藏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走吧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哎哎，大哥，你看你开这么好的车，这鞋还脏了，你擦一擦来。不用，你擦一下吧。你看你车这么好鞋。哎呀，不用。大哥，我买一瓶我的擦鞋神器呗，擦了鞋可白了。来买一瓶20瓶，优惠一下，两瓶30。哥，买两瓶30。不用了，妹子，谢谢。哥，你看你这车多好呀，鞋呀确实脏，你买一瓶呗。而且呀，我这一瓶是20，两瓶才30。再说了，哎，这大冷天，我一天也没卖出去一瓶，你就当行行好，给老妹拉拉生意呗。哥，你就买一瓶呗，我这真的擦得很干净，买一瓶。老妹儿啊，哥呢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之前也是干推销的，那时候苦啊，说实话不容易，为了卖出去一点点货品，整天求爷爷告奶奶，没少看人脸色。现在生意啊越做越大，但是当年那种激情和斗志啊却越来越少。今天看到你啊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。谢谢你，又让我燃起了当年的斗志。大哥，买一瓶呗。稍等一下。老妹儿，坐。哥，怎么样，舒服吗？舒服。这个小木凳啊，虽然是二手的，但是坐起来啊极其舒服，而且它的质量啊还非常好。你想啊，老妹儿，你拥有了它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坐着帮别人擦鞋。你每天卖多少瓶啊？也就2-3瓶吧。你想，你每天就卖2-3瓶，还要随时随地的帮别人擦鞋，蹲着时间久了，你的膝盖不会痛吗？啊，到老年以后，你的骨质增生，对不对？到时候你治病还要花多少钱呀？你想过这些问题吗？哥呢，出于好心，咱俩既然能碰上，也算是缘分。今天这个折叠座椅，老哥这儿啊还有一瓶药，专治跌打损伤、骨质增生的啊。拥有了这款座椅和药水呢，以后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不用再担心任何问题了。怎么样？折叠座椅就算你20，药水1瓶5块。哥，你这么我想的就到。行，我要了，微信扫码来。哎呀，老妹儿啊，今天遇着哥呀，算你捞着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哥，给我。哥，这个也送你擦鞋吧，走了，哥，再见。慢点啊，老妹儿，咱有缘再见。小样，跟我斗呀？你还嫩了点，不知道哥这车是咋来的吗？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吃点什么呢？服务员，你好美女，你吃点什么呀？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这店的特色。我们店的特色是麻辣烫，7元1碗，而且我们的麻辣烫的汤底是骨头熬炸，给我来一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麻辣烫来了。啊，这么多葱花呀。老板，我先吃，待会给你结账。啊，行，那你先吃吧。咋办呀，今天换了裤子忘带钱了。哎，这钱也不够呀，5块钱。哎，有了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这顾客是什么？上帝呀。那你们是不是要满足顾客的一切要求，并且服务好顾客呀？是啊，没错呀。来来来，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哟，你怎么都挑出来了呀？我对葱花过敏，幸亏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挑出来，要不这回你应该把我送医院了。
这咋办呀？这葱花我是挑出来了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麻辣烫我也吃了，这个葱花大概2块钱，我就给你给5块钱吧。那好吧，下次呀，提前问一下顾客的口味，再遇不上我这么好说话的人了。我看他刚才吃的挺香的呀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云南 ATM 取款机，高科技产品，欢迎体验。嗯？高科技的取款机，有意思，我去看看。感受到人的体温，请问有什么帮助？你这怎么取钱呀？根据你的体重取款，体重越重，取得越多，每人只有一次机会。哦，这么好，那我试试。成年女性，体重130斤，取款13000元。你好，请低头取钱。哎呦我去！高科技就是好，哇塞，好多的钱！高科技就是好呀，高科技！啥高科技啊？你看见那个机器人了没？称体重取钱，越重取的越多。你看我取的钱。哇哦，不错呀。那我得赶紧试试，谢谢。智能 ATM 取款机，高科技产品。这玩意真能取钱呀！我不是万一，我是高科技产品。啥了啥吧，我取钱咋取？心理商城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你稍等我一会儿。来了来了来了。高科技。哎呀，好了。检测到成年男性，体重150斤。好。哎呀，现在呢？160斤。180斤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次可发了。现在呢？200斤。200斤，行了，没抓了，给钱吧。可取20000元证，请低头。我的乖乖！哎呦妈，这老多钱，这不等白送的吗？谢谢啊，机器人，下次我还来，你明天等我啊，别走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老师，你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呀！啊，老师就不玩了，老师看着你们玩吧，欢声笑语才是过年嘛。老师，我感觉咱们过年呢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。什么呀？那就是鞭炮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？看，这是什么？老师，这不是我们上次做的手工鞭炮吗？用纸糊的，这也不响呀。现在都提倡环保，放鞭炮呀太不安全了，就拿这个玩吧。老师，这毕竟不是真的，又不响。还是觉得少点什么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不过呀，我有办法让咱们过年的气氛呀更加浓厚。来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嘞。3, 2, 1。你们想干什么呀？砰！哒哒哒！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砰！这就是你们放的鞭炮呀？砰！哒哒！老师，快来一起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鼠年大吉！爸爸，叔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新年快乐！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奥特曼卡牌啊，小朋友生气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瞧一瞧看一看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奥特曼卡牌咋卖的？啊，不贵，就10块钱。10块钱一盒，挺便宜的。哎呀，废话，我做的都是良心生意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拿一盒，我给你扫码。哎，好嘞，来来来，扫码吧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老板，你这味道也太大了吧？你磨叽啥呀？这大冬天的，脚都冻着了，快点的。那好吧。有这么夸张吗？确实有点味了。奥特曼卡牌二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瞧一瞧看一看。奥特曼卡牌了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哎，帅哥，听说你的卡牌不错，我给我弟弟买几盒。先坐，没问题，你要是买的多，我都帮你送回家。哎，行，剩下这些我钱都要了，给我包起来。啊，好好。请问你现金还是扫码？啊，扫码。啊，好。扫吧。你这。哎呀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快扫吧。有毒了吧，花掉这个生命了。
还晕过去了呢，卡牌还要不要了？哎，醒醒！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